是巧克力酱，我来接。欢迎你来红家的大门。大婶妈，我一定会打拼做一个好太太、好媳妇。话唔免讲啊，遮尔紧。我今仔日哦有准备礼物，要送予恁两个人，恁先看卖呀。新郎，请把礼物拍开。小笼包，无唔对，查理，这个礼物是要提醒你，你是因为害菲菲受伤，为了要对伊负责任，所以才要甲娶的。那安尼，恁两个人的婚姻，就是参照这辆小笼包同款，一拍开就会有争议，所以就会出包。阮大家讲的争议哦。就是拄只喷伫查理的面的水蒸气啦，所以这个礼物咯，意义真深啦。你阿英考虑好清楚，决定要娶菲菲，你都爱把小笼包吃入去。菲菲，你感觉我敢不敢吃？当然嘛爱，我陪你做伙吃。菲菲就有心呢，我来替你服务。帮我食两个，才会相相对对。菲菲更加艰苦，嘛是会吞落去啊。这就是婚姻，敢不是？还有第二项礼物，巧克力酱，我来接。放心啦，我的礼物吼，拢是我用心设计。这第二项礼物是要提醒菲菲，做人的太太，做人的媳妇，别当只会向吞论鸟，爱会向兵来将挡的能力，那呢以后婚姻中所有的问题才会当解决。啊，若无吼，就会参照这边家共款，到时阵拢会变作是冷水。啊，你甲查理两个人，若是逐天吼拢互泼冷水，都真正就歹看。这卖代表讲哦，这段婚姻就参照夏天的夕阳，夏天的美景，夏戏夏景。查理，我甲查理绝对袂互相泼冷水的，不管偌济困难，我拢会把伊的手牵掉的，勇敢走落去，咱一定会白头偕老的，对无？